敢投责成特首，改善民生。建联嘅叶国谦做咗个手指弓向下嘅动作。香港人对于国家各方面嘅发展，不单止系经济上嘅发展，其他方面嘅发展都有非常嘅存在。此带嚟嘅香港，不单止系经济繁荣，而且社会稳定。我希望喺呢方面，大家可以信赖香港人，会作出一个客观嘅评价。我收起所讲嘅反映俾你。公正关，即系耳朵听真，清晰嘅声音向你脑袋进军。一直告知自由系要去捍卫，不惜一切，就算我哋依然始于弱势。家人商家狗官最叻系搵钳制，事实摆在眼前就冇捻弯冇得蒙蔽。巨山未倒下，头颅未被斩下，有法治一人，我哋依然不怕。逼不得已大难逃，要出嚟伸张正义，但系呢首歌嘅内容并冇牵涉到政治。我话你知，个世界越系动荡，我哋嘅思维就更加要懂得开放。Come on， 一、二、两只手指，二、二就只有自由两个字，一、无所有嘅斗士，真心中指唔系理想主义。一、二、两只手指，二、二就只有自由两个字，一、无所有嘅斗士，真心中指唔系理想主义。我并唔认同你讲嘅一切一切，但我会捍卫。即使死不眼闭，并不认为你所谓的需要克制会带来公平，肯定压倒一切。不屈服于前辈，不怕照废，见权威一样照废，正义是不顾一切。不怕揭穿虚伪，继续世继续警世，不会感到孤独，为自由不枉一世。我知道世事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但是我屌你亦无需要对号入座。我愤怒你无需要大惊小怪，乱勾咁暴动可以当作表达。六四的二十周年纪念，二十年前你是一个普通的旁观的时候，你尚且为六四运动人，今日你可不可清清楚楚地说你是支持平反六四的？有两件事，你真是千不该万不该，真不该很不该。点解三次要阻碍保钓船执法？被告以公民抗命的方式争取大气传播自由，意识高尚，并冇严重道德问题，判每张船票罚款3000元，前四张同罚款42000元。同时运用着权权，将电信管理局喺旧年年底拆走嘅混音器、挥同播放机，咁毛泽东。